你捧来，不认得我捧你啊，捧我啊。好，来，你看这边先变，这样我本来手背跟他手背对捧，两根，他的两根前背骨对我两根前背骨这样子，但是我只要这样子一转化，这样子一转化，你屁股往后坐。屁股往后坐，本来这样子对他了，我屁股朝边，然后我现在的这边，这边转过来，这边有一个说法，叫什么说法？叫做，手背啊，拧不过大腿。哦，对，你说手背拧不过大腿，你的手背啊，你的手胳膊拧不过大腿啊，你的胳膊再粗啊，你拧不过我的大腿。啊，你没办法跟我的大，你没办法跟我的大腿再比牛丸啊，对，所以你看现在过来，好像过来我输了，输了没关系，拧不过我的大腿，好，或者是你看过来，我输了没关系，我朝上也可以，好，朝上也可以，好，那这个好来换你。过不去，越对方越有利越好。好，那过不去的越有利，我只要吃住你第一发，我死掉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如果对他，我还要这边再转一下，但是一样意思是，胳膊拧不过大腿。好，拧不过大腿，你的胳膊啊，拧不过我的大腿，而且我大腿还包括腰，这样子啊。所以你不过来，